那我现在要做一个，三点圆、两点圆跟等腰三角形。那我们先用这个线的指令呢，我们画出底边56高28的等腰三角形。刚刚已经按线了，那指定第一点往右拉，那按56 Enter，它就是一个56的长度，然后按 ESC 结束。那它的高呢是28，我们要在它终点。中间这个点，因为是等腰三角形，所以我们在中间这个点，然后它的高是28 Enter。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往下接，ESC，然后这边直接往下接。好，因为我们这都线段，所以我们直接选取按 Delete，它就整个会被我们就是删除了。那我们要画三点圆，圆三点。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那这三点圆就画好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画一个两点圆，怎么画呢？就是两点，呵呵，就在它的这个中间这边、中点这边，然后你看到它这边有个互锤点，点下，这是就是两点圆。那我们在旁边再练习一次。这中间终点这边，然后垂直这里，然后这就是两点圆跟三点圆，还有等腰三角形。